太好玩了，可要是有个大的就好了。没问题，我给你做个超大的，从楼下废品店搞点大纸箱，摆成小店厨房的样子，贴上彩纸，马上漂亮起来。然后挖出冰箱、燃气灶等电器的柜门，用完的洗手液当做水龙头，开个洞当做洗菜盆，小盒子画几下变成收银台，加点装饰就可以开业了。等会给你妈个大惊喜。我们这样，我回来了。嗯，哎，今天新店快上，快点尝尝。今晚你不用做饭了，本店招牌菜麻辣入味的毛血旺火锅，还有沙茶牛肉喝，哎，梅菜扣肉煲仔饭。这要是能做菜，我把这萝卜生吃了。来份这个。得嘞，您稍等啊，一会儿就好，保你满意。哎，怎么可能？嗯，真的好吃，那以后就你们俩负责做饭啦。好耶。